来，放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周六，然后两个小家伙都没读书。半个月前买的桌子，终于到了今天。妈，你给我买个桌子。这是你跟哥哥一起共用的，因为去年给欣欣买了，让他写作业的桌子已经坏了，然后那个桌子我看他老是写作业驼着背，所以就买了一张。 买了一张，这个桌子，反正网上网上那个评价还不错。咬牙买的呀，这个桌子真的不便宜啊，对，这个桌子可是耗费了爸爸将近一个月的零花钱啊。好，班长，这钱你再去用力拍视频，就能赚到更多钱。用力拍视频就能赚钱？我说你。哦，用力拍视频就能赚钱啊？不用努力拍视频啊？好了，他们来拆了。好期待。 你好，期待啊！嗯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一贝。你们两个今天好开心啊！嗯。哇，这什么东西这么大？他们俩写作业的。罗一贝，爸爸费尽心思，你也在加油啊！嗯。你们两个不加油就没得意思啊。听到没有？再不加油就没得意思了。听到奶奶说的没有？你别在这里挑，爸爸来。费尽心思了啊！ 当当当当！妹妹们，看到没有，贝贝？爸爸这个事儿能干嘛？这个你们有三个小时，估计搞不定。那我们俩打一赌。嗯，你看嘛。一个小时，我就搞定了。你别灭啊！爸爸把那个风扇搬走去。爸爸，你鞋怎么坏了？哪里坏了？我这里啊。这里热天快过去了，没事，爸爸将就一下就可以了。嗯。别浪费你的钱了。嗯。 你们两个好好的就行了啊！你们的钱要把小孩子用来。来，爸爸把东西整理好，一样一样先，给你搞的姑姑打了赌了，有个收入啊。今天晚上，如果你不一分钟再搞定，今天晚上我想姑姑请客。你到底帮我还是帮咖喱姑姑？先打赌，如果你把这个一分钟做片好了，我就帮你。一分钟啊？嗯。如果你没。 如果你没撞我，我就帮他。你到底爸爸是超人是吧？啊，我是闪电侠，是不是？你装好了是不是？嗯，装好了。吃烧烤了？嗯。等一下，爸爸打输了，晚上我们吃烧烤，好不好？嗯。爸爸先看一下教程啊。好。给我时间，一分钟装不好，一分钟肯定装不好。你属龙还装不好啊？龙很快就飞天上去了。爸爸属龙，爸爸不属超人呢。再看一下大概知道怎么装了。 这不看一下还真不会，这太阳一下就升起来了。我一只手就能把这个抬起来。啊，我们来这弄吧。这一个小时就过去了10分钟，还怎么搞？快点，不然跟你咖喱姑姑这个赌就要打输了。快点，快点啊！晚上就我帮他了。已经一个小时了，怎么可能？一个小时，不会有。现在才过5分钟。 对，现在才过10分钟了，10分钟了。老一辈，你看你这玩具，好干净哈。白轩，帮忙来洗。我还要帮爸爸装桌子吗？轩，别把那个东西弄丢啊。好。那个东西，等一下，那个东西好像是。用来升高的。 桌子上面，罗宪，嗯，你现在得一个筷子两个零啊，这些喜欢，知道吗？不要，我要得100分。你那么厉害？嗯，以前不是读小班就考100分了吗？思远那个题也太难了。加油吧，有一些都对了。那加油啊！嗯，就给你调这么高，罗宪。 贝贝，你坐地上。他坐在一根柱上。哦。嗯。还学习这句话。来了，爸爸。哥哥，你看我，我一个乌龟。
爸。嗯。它这个飞像一个乌龟一样爬水里面去。那水有多深呢？水有好大的那个乌龟这样。哎呦。那个乌龟有多大？那个乌龟这样还是这样？舒服吗，爸爸？舒服。哥哥不帮你捶吧，我帮你。好。养女儿是干嘛的？养女儿就是捶背的。搞得正常吗？是女儿好啊。那必须的。是不是，贝贝？贴心的小棉袄。来，同学，试一下。啊。高不高？来吧，试一下。啊。来吧。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可以啊。这有没有钱了？你看。现在你们两个被搞得太脏了啊！哇，这比之前干净太多了。要爱干净哦。奶奶洗得这么干净。还晾干一点，乖乖敲洗。你猜？我猜不过100一斤。100。你的钱是美金啊？多少钱？5100。公司发不了。你以为他是按照那个什么，不知道小孩子驼背那个什么设计的，装好多你就知道了。上面那张它不是四四方方的吗？他每次坐下去写作业，他就要这样趴着嘛，这张就不用趴着。我不把它浪费钱了，把钱带一点。那把剪刀我买的。我以为送的，我刚开始也以为是送了一把剪刀。500多块钱。没这么好，那是我买的。500多块钱是这张桌子真的设计的可以，小孩子不会驼背。阿姨这装了几个小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一个小时了。别惦记。什么一个小时啊？半个小时。一个小时了。3个小时了。今天晚上谁请客？装桌子请客。今天晚上谁请客？我。你呀。说好的。我帮姑姑，所以我就请。你请。你请客啊？你请嘞。爸爸出钱，爸爸掏钱啊！哦，你请客，我要出钱。你做好人，爸爸，爸爸做坏人是吧？不是，好人也能拿出钱来啊，不是吗？嗯。那你平常来给我和妹妹吃的都是用钱买的。也是好人、啊。谢谢真爸啊，爸爸是好人，对不对？这种孩子养了有什么用？你这才几天？这么好。我养了几年了，抵不过你陪了几天。你这孩子这么好。爸爸好还是姑姑好？两个人都好啊。爸爸让我给你擦一下吗？啊，你拿擦桌子的布来给我擦汗啊。啊。姐。嗯。准备作业。来试一下新桌子啊。准备好了。这样子他就不用驼背了嘛。嗯，对。反正我就是看到这个桌子这一点，他就坐在这桌上面就不用这样。这样、对，把背倾斜下去了。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的。我就是看中这一点，不然我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桌子。500还是值的啊。498，差2块。我还可以买2个棒棒冰，哦，可以买4个小布丁。看看这个东西。你这个下巴还算了，你这个下巴，承受不住。阿姨试一试来，芊芊试一试来。试试。这里放下吧。那你把这个台里平衡啊。那坐吧。不平衡不行。不平衡。先试一下嘛。对对，就这样子，防他把头低下去。习惯吗？习惯。爸爸给你装好了，桌子给你买回来了啊。好好读书，好好写字，知道吗？这个真的还蛮好的，背一点都没有驼了。这个比他原来那个桌子好多了，他原来那个桌子我看到他趴下去写。那迟早有一天背会驼掉，是很需要一个这样子的，要养成这种习惯。对，所以这400多块钱是花的值。真可以啊，嗯，好，写字写的还可以啊。要站吗？在这个格子的中央啊，姑姑不是教过你吗？是不是啊？写的越来越好了啊，比之前好。旁边看，这个数学老师还蛮好的啊。现在桌子给他们装好了，我要上去忙去了。这400多块钱还是划得来啊。
毕竟能预防小孩子驼背还是蛮不错的，像我们小时候没这个条件那是没办法，所以这长大了以后这背就有点驼。好了朋友们，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